杀了他吧，让他解脱。 沈从，沈从。 楚司静大人，你把沈宗怎么了？我只是帮你们建立了联系，与尊主的联系。我早就说过，大人你也是尊主的使者。我杀了你！ 楚大人，正是因为你，从而才被真正的唤醒。你没有感受到尊主在影响你吗，楚大人？从而觉醒之后，与我意识相连，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遵照我的意图行事。老楚，老楚。 告诉秋芷，恒公赢了，藏不住。尊主还有很多的使者，明日还会再来。珍惜这点时辰，珍惜这点时辰。